接下来咱们要分享的这个故事也跟孝道有关系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2006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的黄葛啊，今天的另外一位主角就是他的父亲黄小勇。我相信他们的故事让很多人都记忆犹新。如今黄小勇为了89岁母亲的一个微笑，精心地策划了一场爱的骗局。2016年3月17日，一场惊天的骗局在长沙上演，现场知情者数百人，数家媒体跟踪报道，却居然选择了同时沉默。在这个看似荒唐的谎言中，受骗者是一位89岁的母亲，而骗局的导演者竟然是他最信任的儿子黄小勇。10年前，他是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，10年后，他却为何精心策划一场骗局？有请本期主角。你好。你好。欢迎你啊，黄小勇。谢谢。刚刚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说，欺骗这位母亲的竟然就是他亲生的儿子，是您。对。大家都会觉得很震惊，很好奇啊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想见他的孙子，但是不可能了，因为他已经不在。孩子是什么时候离开的？2009年11月6日。那也就是说，其实从09年开始，你就要不断地瞒着妈妈这个事儿。对，七年。其实欺骗母亲的那7年，黄小勇并不好过呀。2009年，年仅21岁的黄葛离开了这个人世，中年丧子。你想一想，黄小勇要怎样承受这份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呢？所以那段日子，黄小勇过得有点恍惚。每天早晨一起来想的就是，今天得给儿子做点什么吃的呢，或者给他换件什么衣服呢。可是每当他愣一愣，再看看空空无也的房间，他才反应过来，原来儿子已经不在了。这让他仿佛一下子就失去了所有生活的方向。他每天颓废地待在家里面，什么都不想想，什么都不想做，而唯一能让他有点安慰的就是出门去看望妈妈。黄小勇的母亲最疼爱这个孙子，视他为掌上明珠啊。所以孩子去世这事儿，黄小勇一直没敢告诉母亲，因为想一想，老母亲年近90岁了，还患有严重的心脏病，如果把这事告诉他，他该怎么承受这份打击呢？所以每一次去探望母亲，黄小勇啊都得装作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跟母亲说啊，这黄葛啊正在广州看病呢，他很好啊，好了之后就回来看您。时间久了呢，小勇以为母亲会信以为真了吧，所以自己慢慢也就放松了下来。可是2年前的一天，黄小勇回到家，看到母亲呢躺在这藤椅上眯着眼睛，没像往常一样起身啊，摸索着给他拿水果。这小勇仔细一看，啊，这是眯着眼睛了，是睡着了吧？所以转身呢，他就想回到卧室。可是身后却传来了母亲的一声叹息呀：“哎，你以为我啥都不晓得呀？”黄小勇心里就咯噔一下，我说妈妈这什么意思啊？她知道了什么呢？黄小勇想都不敢想，赶紧慌慌张张地掏出了手机，说：“妈，你看，你这大孙子又来电话了啊！”你能想象吗？听不清楚电话那头到底是谁在说话，可是总这么拖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他总得想一个招让母亲彻底相信。他决定求助媒体，找一个人来假扮黄葛和母亲见面。这没想到消息一刊出，就出现了很多志愿者。几经筛选，一个叫做
王峰的年轻人让黄小勇眼前一亮，心想，就是他了。